您叫你的名字呢？张鹤剑，还有那里边叫叫郑九龄。对不起，大秃秃。因为我不是这个德云六队的演员。哦，嗨，我以为你说你不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呢。不敢这么谈啊，确实对人家呢不怎么熟悉，也得多原谅。是，这个两个老师呢说了一段叫拴娃娃，对，很有意思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很有意思。后台稍微休息休息，嗯，这场把您牵出来了啊，也得牵出来，那不牵出来成狗了吗？那不是，请出来，嗯，这场把您请出来了。我们呢都是年轻的演员，对，身边这位也属于年轻演员，我你也年轻，对吧？我可年轻了，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应该的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您介绍介绍。我姓樊，叫樊萧堂，哎，这是我的一个师哥，哎，叫瑞瑞。哎，等等，这怀孕了最近？不舒服了，最近吃夜餐了没有啊？没有，都听不懂。我也听不懂，我也是上网查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是。废话，什么叫上来就吐了？是干嘛？喵干嘛这是？这不是介绍你名字说快了？说您说清楚了，别乱完事儿了。我重新介绍，说清楚点。介绍师哥有点累。哎，这是我的一个师哥，慢点说，叫。那年我都没有这相声干什么，有毛病。这是我的好师哥，给你合了裤衩了，这是。姓关，叫关九海。不用这么介绍。九字科的一个师哥，嗯，其实为什么跟九字科的师哥能在一块演出呢？您说呀，岁数差不多，没毛病。你多大了？今年23岁。七啊，好。23岁，千禧年出生，真年轻，23岁。少来伸伸老腰嘞。不是，这舞台上太干了，台上没火。今年您高寿啊？我呀，我今年34了。34岁，别看他快死了。哎，我34怎么就死了？我34长得比你23的还年轻呢。你看你给自己糟践成这样，不定还不这样呢，过一七夕给自己过成这样了。开玩笑，少过自己。跟您来说呢，岁数其实差不多。跟织女碰上了吗？要说跟云字科的这些师哥比的话，可能岁数差的有些远。云字科也有岁数小，但是年头长。对对，跟资历高，我们这都关系都好。对对对，那不光有九海哥，嗯，还有这个什么张九南，嗯嗯，对吧？张九龄，嗯对，王九龙，嗯嗯，夏九流，哎，你就知道你没有人吧？怎么来夏九流啊？都是你们的人吗？哎，不是，没有夏九流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好多九字科的师哥，嗯，我们这些肖子科关系都是。是能玩得到一块儿去，你想我们哥俩吧，之前就是在队里呢，都是师兄弟的关系。对，后来呢，为什么我从六队就离开去别的队伍了呢？解释解释。是因为这个能力啊，太强了，知道吗？别的队的队长们就挑走了。确实是，小凡非常优秀。吓我一跳。看大学不能颤，我差点以为你们来弄，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吓我一跳。其实很开心哦哦，甭管说是在德云六队，或者因为我的现在的队伍叫德云九队，你介绍他干嘛呀？不熟悉，不熟悉，因为不光是老朋友来，还有这个新的朋友，可能第一次来到新街口听相声，嗯，有吗？有。我的，你都是第一次来啊？对，小朋友暑期越来越多了，是吧？多听相声吧，马上你们就开学了。累死你们！30多岁人都这样，又变身了。
跟个泼妇似的在台上，这帮人。这个就是说呀，人家观众就是支持咱们，支持支持，甭管说是德云六队啊，德云九队，咱们都是德云社的家人。谁是德云社的家人？咱们哥俩呀。哦，家人不是应该是都有功能吗？跟观众也都不是外人，咱们跟人家不是外人，这都是咱们自己人呀。拉倒吧，人家跟你不是外人啊，人家买票来的就是听相声。又不会说代表，哎，我是观众啊，你得好好伺候我，好好说相声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我已经很多年不说伺候这个了，我现在都说服务。刚才我有点吃字，因为我这个牙缝啊，服务没说清楚。对，有小孩儿现在就是小孩儿，你也得服务人家呀。正常的说相声，人家叫服务员，有叫伺候员的吗？都是服务，没毛病吧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不得服务行业吗？你不能叫伺候行业吗？要不然怎么着？跟你家里人瞪眼，没拿你当家里人，要还伺候你了。你等人家乐完了干嘛呀？后边观众不知道前面乐着，后边观众也乐，你看这小孩都乐的不行，大牙都呲出来了，前后部也照不到啊。咱就是说什么呀？演员跟观众都是一家亲，不说一遍了吗？一家亲，我们说年轻的演员呢，台上就得是卖力气表演，卖力气表演，卖力气伺候。有这个喜欢年轻一些的演员说的相声，有喜欢这个老不死的这种。这么多老不死的呀，我三十多了，你都三十多才这么当年呢，宝贝儿。你刚步入社会多少年啊？这风风浪浪的都见过吗？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都见过。你哥我十八岁出来闯荡社会，什么男人我没见过，什么女人我又不了解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现在说相声呢？咱们这服务行业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都得服务到。还有，昨天其实挺累的啊。谁呀？因为他昨天跟我一起说相声，对，说了过了好几个星期呢。放假的阶段，带着自己家里人过来听听相声，啊，带着朋友过来听听相声，其实都是好的，花钱不多，但是找乐不少。找乐了吗？来这儿，听相声乐一个晚上，从7:30开始演出到10点，好多演员，也可能有重复的啊。别打了，咱们业务忙。要是没重复的，我不可能来这儿演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重复的演员，其实您得多理解，得多担待，不能说是因为这个重复了您就不喜欢，这得我得跟您解释一下。你这个话题不需要在这儿解释。为什么这些演员有的是重复的呢？你又说一遍呀？你说了我不用再说，你管他呢？重复就重复，就这么演，是你的买卖吗？哟，人家出门骂你吗？我这有包袱，你听说吧。来一个，你看，人都想来一个，来一个。
票多少钱？280。后排是后排票，200多是吧？300呀、啊，大服务员。他们真孙子吧？你要这么多钱，280都能看到井底了，这都快。怎么解释？我听听，你解释的合理行，那大哥可真站起来了。为什么后排的票比前排的贵？为什么280那儿300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因为前排的观众离演员近，看见我容易吐。后边的离得远的安全，你知道吗？这三百那好点啊。这是你解释的道理吗？滚下去。像话吗？这都都是家人。你只能说人家在买票的时候买的晚了一点点。对，所以人家靠后了。听这么解释，您合理了吧？心里也不平衡是吧？不平衡，活该。我真没办法，让你干服务员你不干呀？这是不是打呀？上来给他一嘴巴。干官儿嘛，这心里不平衡。也许本来小朋友还是要认真一点。要许这种人，服务员不是是一个对你可敬。别闭嘴！
写走啊，那都是他的事儿啊。一定一定光顾他，别录。哎，妈妈错了，爷爷原谅你。你这说相声玩伦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原谅吗？逗玩儿呢。你废话。你废话。为什么说他是这第三种亲？为什么是二幺三亲？非常符合你。你这我就二幺三。原来干啥干的？但是咱实话实说啊，就这三种青年，如果说碰见同一件事儿，处理起来可能都不太一样。哦，三种方式，那您得分别的表演一下吧。咱比如说啊，拿看书来说，这三种青年就不太一样。那您先说说普通青年看书什么样？比如说啊，这扇子就是一本书了。哎，就打开这书之后就。平平常常看一看，看一页翻一页，就这么看了。但是文艺青年他不这样。哦，文艺青年什么样啊？要一种范儿。哦，他得有自己的范儿啊。嗯，你其实差不多，但是差点意思。那是说你的，要说你干嘛呀？什么范儿呢？就是自己的那种帅范儿，文艺范儿。哎，看着说啊。哎。上都有韭菜，我都是挤着牙穿的，我是干吐嘛，不是。古代毒死人都是在书上弄什么氰化钾，保护自己。哎，这就是文艺青年看书。哦，你像他这样的看书，就跟头两者都不一样。对我这样的，你闭嘴啊！先把他再骂一句。哎，你是什么青年来着？二逼。哎，是什么样呢？你看啊，你说这包袱干嘛？那小孩回得跟老师怎么说？我就听这不是我说的，反正人观众自己跟观众聊，他们自己都自己玩。这个像他这样的青年，看书他怎么看？就傻乎乎的，别着急，还是这样的。嗯我知道，与我
鞋。这就是身上啊，系鞋带都不一样。还有呢，还说呢，漏了这些，系鞋带都不一样。说遗言了，普通青年怎么系鞋带？没错，走着走着路，呀，嗯，鞋带开了，嗯，他这么一蹲身就把鞋带系上。买双没鞋带的合适。这话说行，还拖鞋呀？那他怎么不穿拖鞋呀？但是男的不得有这个有理有序。我以为你洗澡穿雨靴子呢。哎，一蹲身就把鞋带就系好了。那文艺青年什么样啊？正常走路。文艺青年怎么系鞋带啊？要放哦，要放。哎，文艺青年走着走着路，鞋带开了。聊不了，生活聊天啊，谁几千年几万年的住啊？
那住了有几年，住几辈儿，也就这个呀。哎，对对，啊，住几辈儿，对，这词儿我没想起来了。一直在那儿住着，一共住四辈儿呢。住四辈儿啊，真好，住四辈儿。对呀，老房子呀。头一辈儿就是你。哎，这年轻糊涂，我不知道，师哥说什么？头一辈儿怎么能是我呢？头一辈儿是我爷爷。哎你嘿，你糊涂，第二辈能是我呢？第二辈是我爸爸。哎，你们答应也是我爸爸。哎，真是我爸爸。哎，我累死你们了。你们有意思吗？我们俩在聊天呢，那装糊涂这孩子，这是第二辈。对呀、啊，第三辈就是您了。嗯，第三辈儿，第三辈儿，第三辈儿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第三辈儿就是你，对对对，小舅子是你，那老丈人是你啊？那老丈人可是小舅子的爸爸呀！哎，像话吗？这哪有老丈人跟小舅子的事儿？开玩笑，这不就是你吗？我这不开个玩笑？对呀、啊。第四辈儿是，就是我呀。第四辈啊，第四辈儿。第四辈儿了，是跟前的儿子啊，哎，啊，很聪明啊，啊，刚才我说他是傻乎乎的，是啊，这是我说错了，不是我们一共这四辈儿吗？四辈儿记得还真清楚，没毛病啊，还真清楚。师傅，我刚才看您呀、啊，带着那个矿泉水呢，对啊，我想喝两口。你爱你嘿，你要这么说，那得给你拿去，别到时候说回头小凡从九队连六队了，对，大家连泼水都没有。那各位，来来来，那个把水给拿上来。让小班喝口水，因为昨天说的有点多。哎呀，朋友们，这是我的那个原队搭档，哎，真是，我姓张，叫张小帅。哎，这是我，其实，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们俩从那个三里屯啊，一队演员赶过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干嘛呀？其实我们哥俩呀、啊，是岁数差不多的，哎，关系就那些三十多岁九子哥老三。哈哈哈哈你们俩笑话吗？怕他尿我脚上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何哥哥，我让你拿个水给他，你怎么上来你没找我，你找他干嘛呀？对呀、啊，你赶紧的，你有没有水？你喝水，拿点啊，先晋升。你先别说话，让这跟博帅说两句。为什么找他？为什么您上来先找他呀？我给您一警示啊！你给我有什么警示啊？你们俩聊多半天了，聊着挺可爱的呀。你半天你没听着你一直在吃亏吗？我吃什么亏了？我们刚才我也找不回来了。就他说什么什么青年，我们俩互相也怼来着。那你这样你怎么着吧呀？艺术吗？为什么后边聊的那就更不像话了？后面那就聊什么了？怎么不像话了？你们俩人关系好，对呀、啊，疏于来往，对不对？啊，去你家？对呀、啊。问你家在哪儿住？对，我跟他说了在西单住啊。你是告诉他了呀？啊，他问这话不对呀、啊。哪儿不对了呀？他问你住了几千年了？嗯，几万年了？啊，不玩起玩笑吗？您是不知道啊，这怎么了？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呀、啊，还不明白呢？你没拍我呀？这就是告诉你，后边又问什么几分钟、几秒钟啊？那不是开玩笑吗？那是人住的时间吗？那苍蝇、臭虫才那时间呢？你怎么听不出来？你不看你挺机灵的吗？他怎么那么孙子呀？你刚发现？我认为他跟我闹，不是说的，他说的心里话呀。这就是损你，这就是把你搁地下踩呀，这就是啊！一会儿把那菜刀给我，一会儿我剁你。真孙子，这还不严重啊？后边抄你便宜没有？你这开玩笑，他们抄的，他们还傻不错呢。我的不是他能说相声这么多年，人家能占我这便宜，有什么必要吗？他们占的谁知道头啊？那什么意思呢？他是不是问你说，你告诉他的是住几辈儿？住四辈儿了呀？你告诉他住四辈儿了？对呀、啊。他头一辈问你，你说住的人？爷爷。哎。哎这有什么上当的？那人家也
机屏信号屏蔽一下。我干了。弄弄了，想年想年二三岁。我过了五天不想活了，这样的。哎呀，身体越来越差。30多岁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要早早点投胎，要换换一家人待会儿。就你这态度也不行啊！实在我们要换那么开心再玩会儿。我告诉你，再投一家啊！咱是怎么吃的亏，怎么长回来。那你什么意思？那我怎么长回来呀？你不能打他，你这宰了他那行吗？我那不懂事儿，我干得过他吗？我现在身体就软成这样。我腰还没喝吧粗呢。没有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？咱也找他便宜啊？那我怎么找啊？你这玩意儿，他都找过一遍了呀。哎，对了，照方刮药，那能行吗？那怎么不行？你也问他，你问他住哪儿 啊？到时候他一说，咱也答应啊。你答应那是赚的啊，我答应那不更赚了吗？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宝贝儿。哎呦，你的意思，咱俩一起，你帮着我，咱俩占他便宜。对呀、啊，是那意思吗？是啊。哦，那我怎么实施这个计划呢？他怎么问你，你怎么问他呀？他就问我住。哎，对对，你先问他住哪儿啊？好、哦，好，好，问问他。哦，这挨人呢？你干嘛去了？我喝水。你喝什么水啊你？我问你呢，你现在住哪儿呢？啊？你住哪儿呢？我北漂。说完了。他说的什么呀？他说他现在北漂，我给懵了。这叫住的住哪的有砖有瓦呀。哦，对了，你看看啊，你得住的有砖有瓦呀。对呀，住树上有砖有瓦。哎，又变身了，又变身了。那都听着不像话了，你明目张胆拿我当傻子不行吗？这树有砖有瓦不行。不是，你聊，你别碰我。聊有砖有瓦。正经的，你看看你呢，好好聊。说有砖有瓦的，是不是？有砖有瓦。对呀、啊，住厕所，这就对了。他住厕所，我听见了，这怎么还能对了呢？有砖有瓦就得了呗，还怕事儿认赔吧？有砖有瓦，那不是准地儿，你得说有准。我告诉你，这么问你怎么说？你叫我来干啥？安冠寺院、地铁车站、马路、厕所、网吧，这都不能算，不能吗？就是，你得问。几零几？对，3号楼2单元13楼。他说：“你好。”
有了有了，行吧。三号楼二单元十三楼，这就够了啊。下面问他，你说住几辈儿？你是为了这个呀？你废话。你怎么说？你问几辈儿？你问他几辈儿了？他说的几辈儿，咱这种超便宜，问他几辈儿？我进来了，我还没到。你在这儿住几辈儿了？我住了六辈儿。你嘿，你看问出来了。他住了六辈儿了，还是成年人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不是你住四辈儿，他怎么住六辈儿啊？哎，对，你凭什么住六辈儿？我怎么四辈儿啊？对呀，我比你大两辈儿。没毛病，人家家族大，人家比我大两辈儿，没毛病。他比你大两辈儿还没毛病，这有什么毛病呢？他大你一辈儿就是你的爸爸。哎。这样还抄我呢？对呀，您各位也真哈、啊，声音真大，人有气力。你对，你凭什么住六辈儿？大大哎，我还滚！你怎么这高嘛？你也得住四辈儿，我也住四辈儿了，行吗？够啊！哎呀。听听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没毛病了。现在第一句话来了，怎么着？你得问他头一辈儿住的谁，让他呢？你一问他头一辈儿住的人，他肯定说那个爷爷。哎，爷爷。哎，爷爷。哎，对对对，等着啊。头一辈儿啊，住的谁？姥姥。全赔呀！啊！
上班，别到时候一会儿雨停了，他们走赶不上雨了。多缺德！刚才那个节目呢，那也是我跟这个海哥呀，后台现聊的，对吧？其实是想弄一个这个别的这个新段子，有机会的，但是没时间弄了，就来了一个传统的。对，咱们这样吧，再来一个传统的三个人的主题。那你出个主意吧。您出主意吧，您是师哥呀。我出主意、啊。您是师哥呀。那咱们来一个。您不天天换地盘吗？咱来。来说相声，咱别老来那个咋咋呼呼，咱好好来一个。哎，啊，咱们来回这个有传统文化。您说，咱们来回这个找五子怎么样？那什么意思？找五子就是说呀，咱们得先说出自己一个名字来。这个名字得占一子哦，然后再找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得占一子，然后其次在这样东西里面还得找出五个子来，这么一个找五子。明白了啊，咱们重新起名。好，你也不叫关萌萌了，他也不叫郑少帅了，对对对对，我也不叫樊小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您先起名吧。好，您来一个，我先起啊。哎，我先，那得观众得认可啊，带一个子。好，我叫美男子。啊，美男子。你呢？该你了呀，大傻子。我好，好，好，我给你起一个吧。二傻子，二傻子。最可惜不是二傻子，这有裤衩子。哎，这边好，这边凉快。好啊，好啊，干你！那就这样，那就听观众的好不好？好。媳妇有子了，哎，有子成虎啊！你娶鱼了是吧？
她是一个女子啊。哎，那这说清楚了，女子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她也是我的妻子，没毛病。她还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还有两个子，一个叫美男子，一个叫二傻子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当然不知道一个灯。